耶稣说末世要赐给人真理的圣灵，现在已是末世，已是末世，你认识真理的圣灵怎样发表话语吗？真理的圣灵在哪里显现做工？当时犹太人也知道以赛亚预言有一个男婴降生，为什么他们还逼迫耶稣？这不都是因为他们背逆的本性，与不认识圣灵工作的缘故吗？当初的法利赛人认为耶稣做的与他们所知道的预言里的男婴并不相同，今天的人又因这道成肉身的神不按圣经做工而弃绝神，他们背逆神的实质，不都是相同的吗？做到凡事圣灵工作，你就一律接受吗？你就一律接受吗？是圣灵工作，就该毫无顾虑地接受，不该一条条渐渐地接受。你该做到无需找更多圣经根据，只要是圣灵工作你就接受，因为你心神是跟随神，你不该来考察神。即使在圣经里找出更多的确凿的证据，也不能将你完全带到神的面前。你只是在圣经里活着的人，不是在神面前活着的人。圣经并不能帮助你认识神，不能帮助你对神的爱更加深。神做每一个时代的工作都是相当有界限的，只做本时代的工作，并不提前做下部工作，这样才能突出。他在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的做工，耶稣当时只说了末世有什么预兆，只说当时人该怎么忍耐，怎么得救，该怎么悔改认罪，背十字架受苦，并没有说末世的人该怎么进入？你若在圣经里找什么事做工，不就是谬妄吗？你只捧着圣
望镜能看出什么东西来。无论世界经家讲到家，谁能预先把今天的工作看透。